然后就有看到这个 email， 然后呢就想做这个影片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那现在呢其实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就是现在其实呢是那个社群媒体啊的一个算是一种狂潮嘛，我们叫 Gold Rush， 对不对？那很多人都可能可能他在经营他的事业当中有机会触及到这个，然后可以在线上开始在线上活跃起来，对不对？那这个Go Rush 的好像顾名思义嘛 ，Go Rush 哦，就是去有很多金子可以给大家挖嘛，就是线上的金子，就是银子嘛，就是钱哦，就是那个钱的这个我们的眼珠子去到哪里哈、哦，在线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可以明白的一个部分的，就是眼珠到哪里，钱都流到哪里嘛。那我呢在触及这个已经可能一年半以上吧，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自修跟练习的话哦，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哦，那就是说除了可以去挖这个金子以外哦，就是把你的生意往线上就是用社群媒体哦来经营啊你经营的项目。那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价值，就是说反正你都要去用这种方式来经营嘛，对不对？那么不如也同时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技能哦，然后呢你变成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就是说很多人会上线来，就是说利用社群媒体，甚至去懂得更高层的，就是说用销售漏斗嘛 digital marketing 的话，那如果你在学习当中，那不如顺便刚好啊在同就是反正都要用这个方式来经营你自己的线上的项目的话，不如成为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对不对？就是说人家要挖金嘛，那你就供应这个能挖金的工具，就是这个技能嘛。那我刚刚呢就是有在有一些在网上的培训哦，就是昨天那我收到他的一些我们叫跟进的电子邮件哦follow up email， 他里面说的非常好，那我想把他这个哦当然他是英语的，那我用华语来表述给大家哦。他说其实你投资的呢不是只是他可以带给你在应用的那个价值而已，他说其实你真正的投资呢是得到一个长青的一个技能，就是 your real investment is acquiring a skill set， 对。然后呢他说什么，然后在这里呢可以让你呢在利用每一个星期只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让你就是以你自己的方式来过你的生活，就是 live your life on your terms， 然后成为你时间的主人，还有你的财富的主人，真正成为你时间上的主人呢，然后呢创造你亲手创造你的未来哦 create your own destiny live your life on your terms and be the master of your time